中国澳门地处珠江三角洲区域，具有中华岭南文化的开放包容，醒狮般奋发进取和民族团结的人民精神写照。新版的澳门元钞票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最崭新的象征标志，为你全方位呈现本地生活文化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经历几百年的文化交流，从一个普通小渔村成为多元化融合的国际城市，形成独树一格的风貌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欣赏到对历史的敬重和文物的保育，新旧共融，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瑰宝。我们将以善为贵的精神薪火相传，彼此理解和交流，共同创造一个乐善好施、团结互助的社区环境。生活中总有一班人是无私奉献，点燃起温暖和希望，用博爱和仁慈照耀着城市的每个角落。发展的路上，通过不断探索未知领域，激发对未来的想象力，一起奋力打造现代化的智慧城市。这座城市时刻让你感受到友善热情的文化氛围，是一个轻松悠闲的好去处，流连忘返，沉醉于此。跟住落嚟，让我哋近距离欣赏新版钞票嘅主要防伪特征：动感光亮图案，位于钞票正面右上部分。当倾斜及转动钞票时，蓝丝图案颜色喺紫红色与绿色之间变化，并可以见到幻形亮光大晃动。开窗安全线，位于钞票正面偏左部分。当倾斜及转动钞票时，金属安全线颜色喺紫红色与绿色之间变化。而且背光观察可以见到发钞银行英文简称 BOC 及面额数字交替呈现。水印位于钞票正面左面部分，背光观察可以见到莲花图案及面额数字。对印图案位于钞票正面左下角，背面右下角部分，背光观察可以见到正背面的图案组成一个完整的面额数字图案。双色荧光位于钞票背面右下角部分，当钞票在紫外光下，可以见到背面图案呈现两种不同的荧光颜色。凹凸手感数字位于钞票正面左上角、右下角部分，当触摸钞票面额数字时，会有凹凸手感。钞票无障碍特征介绍，透过触摸钞票不同位置的无障碍特征，会有凹凸手感，方便视障人士辨别钞票面额。手感线位于钞票正面左边缘、右边缘部分，点字位于钞票正面左下角部分。谨记新版澳门元钞票防伪特征设计，轻松分辨钞票真伪。由呢一刻起，新版中国银行澳门元钞票陪伴你，以雄狮般的朝气同魄力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共同见证特区踏向美好和谐的未来。